大家好，我是 Johnny。 那么这礼拜大家去露营了吗？我好像几乎快要每个礼拜都去露营了。有点小插曲。本来呢，准备要上，本来是在我家附近，可能一分钟就可以到的 Seven 就可以领到货。如今因为没看到地址，结果把它导去我几年前住的地方，然后就多花了30分钟的车程。抱歉，因为现在时间是4点多，4点10几分，大家下班时间，所以就是比较塞车。唉，现在去拿一拿，然后待会再赶车。我们今天要去南投露营。那今天露营呢，算是一个蛮有缘分了哦，就是本来是。就是去球场遇到球友，然后聊，才知道他今天的也要去露营。就他露营的地方呢，跟我要去露营的打算去露营呢，也在附近而已。所以我想说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往后延。所以这次又是连 two 了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看一下他的那个有没有位置。然后刚好就是还有位置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不然我们没有露过营，我们就来一个露营小缘分。OK。那我们待会南投见，好，先专心开车，拜拜。哈喽各位好，我是 Johnny。 那么已经到营区，那这样的活动我已经很久没有来参加了，就是像这样一群的朋友这样子，之前可能有一些打球的朋友这样子，那已经很久没有，就是隔了4-5年又再见到这样子，然后来露营。这个是小怪，都沙车系列，那里面都正常，我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带啾啾，哎呦，他终于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出关了啦，哈。他终于可以跟我出来了。然后有些朋友都各自来自北中南，然后有些朋友都到台北工作了。那我们4-5年就又见到有缘，又见再一次见到这样子，好好享受。毕竟我的录影录到最后也是跟很多的录友也是讲说，把握当下，白录没有怎么样，200录没有怎么样，不管几百录，我觉得都是要珍惜这个录影的当下，每一次录影的当下的。的这种回忆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。OK， 这是以前一起打球的朋友，然后他打的是 LD 叉，中间加了一个天幕，但不知道天幕会不会积水，可能会不会塌了。然后旁边呢、后面是一个像炊事帐的，然后一个小登山帐，然后旁边这边也是一个可能2.5×2.5，然后搭了一个小天幕在上面，前面用了珠珠串灯。请问这群人是在装忙吗？看这个样子在用这样子，其实我们以前的时候也是像这样的感觉，就是不知道什么都不会，但是又想帮忙，可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所以就是围着这样子去看这样，然后有觉得可以的话就赶快拿过来我来做这样子，这就是也是挺好玩的啦，因为毕竟就是大家第一次嘛，然后就觉得蛮特别的。哈喽，转安，因为现在呢就是已经早上刚好起床，然后还有就是昨天有那个抗噪的耳机，但是它是我的耳机啦，但它是抗噪能力还蛮感觉更强大，你知道吗？就戴上去完全就是周围的可能有一些杂音之类，就变得好像是对我的个人的感受来讲呢，然后觉得那种的效果的对我来讲，程度就是说还是会听到杂音，可是那个杂音就好像变得很可爱，很卡通，很就是很
比较一种有一种各自有各自一个节奏的感觉，就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感觉。对，反正就是昨天晚上好整理后续比较用的比较晚，然后也睡得还算 OK， 还好有这个没有软炉，就现在已经四点多了，我刚好睡得蛮多晚，因为附近有人在用那种施工，有点小吵，我们就准备先赶快先吃点东西吧。这边呢就是 C 区哦 ，C 区一共是四张包区，那其实是算是不错了，只是我们这边的人搭比较过来一点，所以我没有看到。那我绕到后面其实有一大有一片空间是可以搭的，所以四张来讲其实算是空间来讲也是算是可以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这边是 D 区 ，D 区是六张包区的碎石区，好、哦，整体来讲氛围感也不是不错的。如果说今天都只有碎石区，如果你们可能有人这样子搭的话，然后就是包的这区，其他都没有的话，那其实这样子从这边这样拍上去来讲，然后如果都是比较暖色系的帐篷跟暖色系的装备的话，嗯，还不错，或者是沙色系列的。好、哦，你看那边有两个，那个应该是 ，Yep， 我知道，对。就像沙色系列的这样子装备的话，放在这地方其实也是不错看的。那营区大小就这样而已，哦，四个区域而已。然后在这个地区的后面这边刚好有两个卫浴，然后一个蹲式马桶，然后一个是算是亲子的卫浴这样子，然后有坐式马桶跟一个卫浴，然后是干湿分离的。然后最旁边呢就是小便斗，待会我们去晃一下。然后在这个正中间这边的那边，也就是有卫浴跟厕所，好、哦，它可以提供给 A 区跟 B 区的人做使用。那边有个冰箱，
这边是碎石区地区的旁边，然后这边有小便道，整个营区非常的简单。这边呢就是营区的门口的，就是停车场，然后前面有个门口，如果是碎石区的话，或者是碎石区还没有来，你可能是搭载是那个 B 区或者是 D 区的话，都可以去往那个地方好进去，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好卸装备。那如果卸完装备的时候再把车子开到停车场这边来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营区呢旁边呢就是云塘谷，靠很近，就这样子，它的好像营区在下面，这样子很接近一个溪流这边。那其实整个营区呢就是环绕在这样子山的周围，这边的海拔大概有400左右。那么这边呢，收讯呢，我是中华电信，收讯非常良好，是5G 三格 ，OK， 脸书上面的他的粉专上面所说的，就是那个按照他的路过了，会比较好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前往下一个营区了 ，OK， 希望我这边换地，按赞加分享，我求你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